大家好，今天我到日本这个姬路市啊 Himeji，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健身院，叫做 American Health Club 啊，这个一个传统的我朋友的一个健身院。如果各位哈，你们今天有到姬路来玩的话哈，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个姬路这个地方来运动哈。这个它有一楼跟二楼哈，一楼是重量训练室，二楼呢它有这个晒这个太阳哈，晒这个日晒机哈。那怎么过来呢？你可以从姬路的火车站哈，那个 Himeji Aki 哈的南口哈，从南口，然后你可以租脚踏车、自行车，可以骑车子过来哈，然后到这边就是 American Health Club 哈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带各位到里面去参观一下哈。OK。好，我跟各位介绍一下的老板哦，这个 boss， 这个 Mr. Nishikawa， 啊 ，Nishikawa 你好 ，Welcome back， 好，我现在跟你们介绍一下他的这边的收费的情形。好，一般的话就是入会费是这样子哈，啊，如果是三个月的话是这边价钱，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哈，大概上网去看一看这边哈，有这个，啊，各位别看，以前你看。这个很多这个来日本的那个世界的各个职业选手哈，各个职业选手全部都到这个地方有来过，好，都有来过来表演过哈。你看这个奥林匹亚先生哈，好，这个全部都有来表演过。Yes, we make them this one. 哦，你看今年这么大，你看这么大的奖杯，你看今年最大的比赛最大的一个奖杯哈。好，那。跟各位介绍一下哈，这次比赛的这个照片在这里哈，他这个是 Masayuki 桑 ，Masayuki， 请您坐下。My name is Masayuki. This is American Health Club in Himeji, Japan, Hyogo Prefecture. Whenever you have a chance to visit Himeji, come in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现在带各位稍微看一下哈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是重量训练室，好，这个是重量训练室，很大的一个空间了啊。那二楼是这个，二楼是晒机哈。你看这个更衣室，好，男女更衣室。很大，然后你看这边有日晒，你看这边有日晒，这边有日晒，好，你看这边有日晒，各位来看，这边有日晒。哦，你看这边有日晒机。哦 ，Thank you， 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哦，好，谢谢各位哈，各位看看。这个是日晒机，你看这么空间这么大哈，很舒服哈，很舒服，好，各位看这上面这个很舒服，自然的空气哈，很凉爽，好，有大概五六个，你看，有这个 Long Beach， 哦，你看这边有 Laguna， 不一样 ，Laguna Beach，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 ，This one is Venice Beach， yeah Venice Beach。Many speech。好，谢谢各位哈、哦。希望各位如果到姬路市 Himeji 来参观或来这边来玩的话，有机会可以到这边来运动哈、哦。好，再见哈、哦。希望各位来这里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